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丹。今天我们来到前镇旧聚落，要带大家来看这个高雄五大关帝庙之一的前镇镇南宫。到底这里有什么特别的呢？跟我走就对了 ，Let's go。本集与中山大学品创基地联名播出。中山品创基地深耕浅草多年。去年在前镇举办首届创创生活节，深获好评。今年虽因疫情而改变模式，但仍延续浅草精神，并提出爽之浅草青年力，并邀请一步就出走带领大家来 key say bill。 哎，大叔你好，你好。哎，阿丹你好，你好你好，谢谢谢谢。哎，今天你该让车当主店，我讲介绍一下咱店南宫的历史。哦，好。这镇镇吼，镇南宫吼，啊，都伫个迄个东山来过来时吼，啊，来遮建庙，哦，本来是伫镇镇镇镇街啊，建谢建庙，谢建庙是啊，所以吼啊，自古啊，啊，他拢偷偷来找这块地来建庙，嘿嘿嘿，啊，伊是差不多。什么时阵对这个咱东山过来？清朝康熙的时代啊啦。晋南宫就是咱镇定古堡落的古堡，古堡落嘿。关帝阿公啦，吼，是上早来的。嘿，上早来对。咱这个地区上早来。大家是拢拜神，拢拜关帝阿公。啊，我看讲咱这个镇定古堡落啊，生这个朱威甲四。朱威甲张威。这两个做这做这东西，多干这两件事啊！啊，剩的八里了八线吼，拢加减啊，加减啊来的。所以讲，这两个线是大线。大线，主位较大部，主位是七个座，七个座热系统的固定。我买遐有一个咱的朱姓，嘿，宗主，朱氏宗主。你看，阮遐宗族啊，咧闹热的时，哦，足侪人，嘿，足闹热的，足闹热，嘿嘿。啊，算讲咱这个定南宫家啊，搞啥物较特别的这个活动，听讲咱搞有庙景啊。有四年的中间拢有，四年一拜，一拜文景，文景啦，文庄啦。做是啥物货，种种大行拢有到底嘿。咱这是二楼嘛吼，嘿是啦。啊，咱这个一楼时阵，佫有一个细细景啊。哦，迄乱长乱生，伊个每个月迄个初六啊、初九，较有咧腐乱，会救息。顺风每个月六号到九号，对，拢有一个腐乱。嘿，腐乱，嘿。啊，基本上嘛都有啊。有，嘿。哦，了解。所以。伊个镇定古堡落，讲到咱即个关帝阿公吼，大家拢是一支的，对，嘿，足尊重诶，哇，真正吼，真诶。好，镇南宫这边呢，其实有奉祀其他神明，像是天上圣母、广泽尊王、观音佛祖、保生大帝等等。那至于天上圣母呢，哦，因为前镇这边靠海，多数为讨海人或渔温养殖业者。所以因此呢，他们有向这个大庙反映说，可不可以供奉这个天上圣母？好，所以这个镇南宫这边有奉祀这个海神妈祖。那至于广泽尊王呢，原本是郭家的家神。那郭家呢，原本是在现今这个205兵工厂的位置。那后来呢，因为日本人呢要征收那块地，所以他们就迁来这个前镇旧聚落。然后呢，一开始广泽尊王是在郭家之间去轮祀。后来呢，才落宫哦，到了镇南宫这个地方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还有两间地方的小祠呢，要带大家去看。不过现在时间已经中午了，我们先到庙套去看有什么好吃的吧。Let's go。你好，你好啊，你们这里有什么好吃的可以介绍一下吗？啊，我们这边有大肠、小肠、干莲、猪肚，就是生肠、切断，哦，就是一些猪的。内脏，哎，对，我们的干莲是当天的干莲肉，绝对不是冷冻的，哦，都是当天现宰的，对，啊，所以综合汤就是这些都有，对，都是综合汤，然后再加个几个猪血，好，那我要一碗猪血汤，一碗一碗综合汤，好，啊，一碗炒米粉跟一个肉燥饭，
尝尝看。好好好 ，OK OK。吃的都是甜的，我的米饭也好吃。嗯，很分明的。嗯，我的米粉也是炒的。嗯，你有的人家说吃米粉会假掉。哎，真的。会假掉，原因就是太干了。你话咋这么爱吃米粉呢？手打嘿，太干，所以你会假掉。对啊。啊，你吃你们的不会就对了。你吃吃我的米粉，没有那么硬，所以我都是嗯，较袂啊，它比较搭，嗯，有主要水分也来的，对，然后、啊、滑滑润润的这样子。对，我是自己炒的，不是用拌的。哦，不是用拌的。对，所以特别好吃，蛮比吃就是干净。是是是。你随时随地来吃的话，这都是这个样子，一模一样的品质。对，一样，绝不变。啊，你本身是前镇人吗？嫁给前镇。哦，嫁给前，啊，你是哪里人？我苗栗人，哦，苗栗人哦，还、啊、是大概是民国几年的时候嫁来的，还记得吗？38年来的。民国38年来的。不是83年。哦，83年哦，吓我一跳，我想说38年怎么还留在这里？我老公只生的。哦，你在这里，你在这里工作，有常常去这个镇南宫拜拜吗？拜拜，一定要拜拜的。我很平安就保佑了。平安就是保佑。对呀、啊。对，这句话讲得很好哎、欸。吃饱喝足后，接下来我们到慈善池去带大家去看永金伯咯。你怎么那杯饮料有靠杯啊？有靠。哎呀，综合果汁哎，好喝哦。那我的我怎么没有？你家啦，帮你穿好了啦。谢谢。哎，塞架。关于这个亮神婆呢，它没有文字的记载，都只是传说，所以有许多不同的版本。那据说这个亮神婆呢，她的丈夫跟儿子呢，遭逢不幸，所以她特别对于这个离乡背景的这个出外人呢，特别照顾，所以大家感念她的胸襟，就称她为亮神婆。亮神婆祠呢，它原名是慈善祠，而这附近的这一块呢，其实也就是镇南宫啊，它原本还是红色矮平房时的位置。我觉得我们顺着这条路走呢，就可以走到这个雀鼠宫祠。雀鼠宫呢，和这个前镇旧居落的两大姓朱姓跟张姓一样，都是来自漳州府漳浦县。那他在清朝雍正元年呢，来这个前镇这个地方访友，后来之后就一直定居在这里，然后也是在这里去世。去世之后就一直显化佑民，所以呢，前镇旧居落的朱姓跟张姓两大家呢，就一起合资帮他建一个祠来奉祀。它旁边呢，其实就是前镇第二宫有市场以及银座街。雀鼠宫祠呢，原名叫千秋祠，但是千秋啦、慈善啦这种都太中性了，所以在地人呢还是习惯以永金伯跟秋吉宫来称呼他们。好，这一集的小旧地庙靠呢，就要在这里做一个 ending 啦、啊。下一集呢，我们一样会在前镇，请大家持续锁定我们，我是阿丹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嗯，要说话吗？对啊，不然来这里白痴哦、喔。白痴，白痴，不是白痴，我知道。就是有些人的这种汤会很淡，就是很咸啊，然后很油腻、哦。但它其实它很，就是很干净，然后就但干净里面它还有非常多的层次的味道。是是是，我要喝。那味道感觉不是加什么米酒的米，要不要去加上？因为我刚才看到良心里面还有所谓的菜头啊什么。